难得假日的好天气，周末有不少喜爱自行车运动的车友们携家带眷齐聚彰化八卦山，参加一年一度的美丽达杯单车嘉年华会。这项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将近3000名车友共襄盛举，现场更请来了挪威登山车后光 Rita 以及国内自行车一哥冯俊凯担任亲善大使，场面相当热闹。支持我爸，因为他的坚持啊，对啊，而且我觉得他的精神不简单。而今年赛季主办单位也精心规划相当具有特色的越野登山车赛道，并以波多野结衣作为赛道的关键字，主要是强调上下坡多，野生动植物生态丰富，结合了休闲观光元素，也是全国唯一的越野登山车赛林道，让不少国内外参赛车手都大呼过瘾。除了竞技项目之外，现场照例也有亲子逍遥游的组别，不少朋友是扶老携幼，全家总动员一起来参与。而小朋友骑单车的模样更是超级卡哇伊。一场盛大单车嘉年华会，让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，都度过一个丰富的周末午后。我来听新闻综合报道。